有个小学生无意中发现计算器可以弹奏孤勇者，立马在学校引起轰动。只有过6000的手机才能打出来这个字。比我用发夹弹出来的好听多了，帽子们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反正呢，办公用的计算器我已经买回来了，咱们现在就试试。我俩先试试我的手机能不能打出那个奇怪的字，一个勾，一个点，哎，没出来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快一点，打出来了！我的手机超过了6000块钱，果然是真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干正事了。我特意选了一台可以发出语音的计算器，先把电池装好。目前还弹出音乐，报出来全是数字，没关系。网上说先按6点归零，接下来按2+2，2+2等于8。你这计算器是小学没毕业吗？接下来就可以发出好听的钢琴声了。8+5，6+6，接下来就可以发出好听的钢琴声了。是啊，经过我的一番研究，我还知道一个方法可以把计算器变成乐器。先按时间5:02:09，然后按左下角的红色的键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弹奏喽。5:06:08，咋回事啊？为什么一直弹不出音乐？这没经过你发过去的人，你只要把计算器上面努力按一下，它就可以弹奏音乐了。那个时间我刚才已经按过了，可是还是弹不出来啊。2:09:09，不信你听听。真的可以弹奏音乐，好神奇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谱子呢？我已经找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按照上面的按键开始弹奏《孤勇者》了。鉴于老佳姐不是什么专业人士，所以我们直接从歌曲的高潮开始。妈呀，我真的弹出来了，声音还挺好听的。弹奏孤勇者，那我的手机计算器是不是也可以弹啊？哇塞，这手机计算器真的可以弹音乐，而且真的很好听，跟钢琴似的。太好听了，是无处都是孤勇者，世间万物皆可弹孤勇者。